新王最媚两济公啊，是则名为真忏悔。哦，心到底这个心，我要罪从心起，将心忏。这个心到底是怎么结构？就是我要去了解心的缘起法。这个心的缘起法，我们真的有这一颗心吗？现在科学时代进步，我们知道，若凡心不会想，心脏的心不可能有思想。最后，我们的心的心从哪来？以前我们刚初学的时候，哈，哎，常常啊都在想，哦，我一切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啊，那个心哦，哎呀，心脏的心也不会想东西，那个心是什么心啊？早期初学的都很纳闷的，都不知道答案呢。那慢慢的熏习佛法二十年以后啊，听经闻号才找出啊，原来我们的心啊在哪里？在脑筋的记忆里面，记忆就是你现在所说的心的代名词而已，哦，所以心从哪里累积下来？我们常说起心动念，可是念头从哪里来？心就是我的念头，但心念的心并不是器官的心脏啊，大家都知道，不可能啊，哦，而现在我们科学进步，我们就知道原来就是你的脑，你的脑以前所学习的记忆，从你出生以后，从你在妈妈十月怀胎，你就开始培养，无意中记忆妈妈跟父母亲啊，他们在对话，你就开始吸纳、吸收了。所以你有没有想说，哎，一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哈，然后呢，爷爷奶奶、亲朋好友就会跟他的这个父母亲讲哦，哎，这个小孩子有一点像妈妈的百分之几哦，有一点百分之几像父亲哦，听得懂啊？哦，以前我刚学佛，我还不知道他们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慢慢有经验，才知道我也去看看这个所谓胚胎学，一个我们为什么来投胎的这个因缘法。我才了解哦，原来我们就在怀胎十月就开始记忆，听得懂啊？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讲说，他们都在问我说你怎么会出家？我跟他们讲一个细论，因为父母亲栽培的，什么栽培的？因为我妈妈不认识字，哦，因为他们日据时代的出生的年代不认识字，啊，他呢每天就在那个道场啊，扫头咖，金色扫地。这个就累积善根了，这个怀胎的婴儿累积善根。然后我老父亲呢，天天诵《心刚经》回向，哦，这个也是记忆的累积，都是记忆的累积哦。所以诸位你要记住，我们没有办法说明你这个婴儿将来会什么。不过我们如果在学佛的道上啊，我们如果因缘好，我们在怀胎十月就被父母亲种下善根，如果我们没有因缘种下这个善根，那我们啊，从现在你们在发心开始学佛的时候，我们重新种无漏的善根的学习，你不用着急要想成就，因为你还不知道什么成就，因为我们佛法的成就跟世间法的成就它不同，世间法的成就是分数越高才叫做成就，前三名、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我们的佛法成就是无我无执着才叫成就，破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我们才叫成就的，我们不一样哦。所以我们是无为法、无漏法的教育，听得懂吗？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啊开始学戒、受戒，我们的脑筋啊，你们现在新受戒也就开始重新记忆。那以前不管学到什么的那个记忆，我们都建议你慢慢把它剔除掉。慢慢的，因为当然我们的习气每一个人不一样，有些哦一年就可以提出以前所接收的资讯的吸收，那有些啊比较慢，哦，啊我们不要去啊分别心评论，那我们就开始听经闻法，然后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呢，啊，开始重新记忆学习戒定慧三无漏学如何帮你成就的课程，你就开始了哈。哦，所以我们透过大脑发挥其感受、情绪、思考、想象、记忆等功能，综合各种啊，哦，那个资讯所形成啊，
其接受各种讯息，然后加以思维修解读。所以你们一定要培养你们思维修，你不要再停留那个外环内。尤其我劝你们已经发心出家的这样的人，你不要一辈子哦，学佛都停留在那个外环内。我不否定感应道交蓝思义，我们不否定，但是他没有办法帮你解脱，他可以帮你增长信仰，对佛菩萨的那个虔诚心，可是解脱还是要靠你啊，因为佛菩萨还是无法带你来解脱了，你的执着没有办法，他只有教育你，所以这位希望你们慢慢啊，已经要成为一个比丘啊，然后慢慢啊，开始啊学习听经闻法，然后呢，不要着急成就，因为我刚才有讲，成就不是你们单单这样子理解叫成就，因为我刚才已经告诉诸位了，破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那才叫我们佛法的成就。我们佛法不是用分数的，不是用你的脑筋的快速的记忆力的反应力，说你很厉害，口才很好，我们叫做你成就，不是，都不是指这个，好，我啊了解的，听经闻法，了解一切诸法的六根六尘所面对的，都是暂时而有。我们为什么叫暂时而有？暂时而有表示还是有哦，不过它的有会生灭。听了会生灭哦，当然我们现在定力不够，我们没有办法换南传的经教里面讲，我们大脑里面一秒钟的生灭有十六个刹那，可是我们看不到，为什么？没三摩地，听得懂我们哦？然后我们呢，在汉传的经教里面有九百个生灭，请问你看得到吗？看不到啊，你要觉察到这样的能耐呢？你才帮你叫做自觉觉他觉醒圆满的成就者呢，但是讲到这样子，大家不要害怕恐惧，不用害怕恐惧，一步一脚印，你们可以走上来的，师父也是这样渐渐走上来，了解佛法甚深的法义，你要啊囤积二十年到二十五年，当然你们在座如果根性比我好，另当别论啊，另当别论，那普通的我们呢、啊？一般的 学校的学生的教育，你应该用这样的栽培。那你们呢，在受完戒以后，心里一直不要起一个贪念，我要成就，我要成就，我要成就。你应该说，我要发现执着，我要发现执着才对。你不要去注重那个果啊，你要注重那个因啊，听得懂？所以我的执着在哪里，我可不可以发现？这个叫因。听得懂，你不要开口闭口哪时候成就，那个是果，那你啊在这一生学佛，你的基础会打得不好，会打不好，又说大脑赋予我们的想法念头啊感受以种种的情绪反应，其绵密的神经网络啊连接的包括眼睛的世界，耳朵，也就是我们啊天台宗的教理，六根啊遇到六个境界。那你要记住哦，前五根都是工具，可是剩下谁在帮你记忆？就是大脑左右脑帮你记忆。如果我们今天出家学道以后，我们开始都尽量在无漏的戒定慧去熏习，我们就开始记忆那个无漏学的真理，听得懂吗？我们呢，你们初学的时候建议大家，在这个五下当中，那个外典的经典呢，尽量先不用看，先不用看，你应该先在内典上啊多下一些。为什么？要给你多一点记忆，听得，不管你看得懂看不懂，你只要熏习，一定有机会。你只要熏习啊，然后你熏习的当中，我们从啊。因为我们在熏习的时候一样没有离开五根所对的五尘嘛，听得懂吗？那我们累积的经教，经教就变成我们五尘的境界，我们耳朵也听法义，我们的眼睛也都看了这个文字的法义，我们就开始熏。那过去没有学佛的时候，我们都记忆的那些说不清楚的胡思乱想的，然后勉励你自己不要再去责备他，因为他已经过去了不可得，但是我重新来记忆，重新来记忆。
然后呢，以及啊，包括所谓眼睛的视觉、耳朵的听觉、鼻子的嗅觉、舌头的味觉啊，以及身体的各种感觉啊，系统，而人的四肢啊、躯干啊，以及所有的器官也都透过啊神经的传导，传入与传出啊，和大脑产生连结的记忆。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听经闻法，培养记忆。你培养记忆越多的时候，你自然而然把以前的那些啊囤积的记忆慢慢会拿掉。你不要再讲三十年前我是怎么样，你没怎么样，你的怎么样都是三都五盖怎么样而已，没有什么怎么样。一个人在表现说他过去多厉害，请问那个厉害叫做什么？是不是慢性？他只在这样在告诉我，我的慢性是这些啦。但大家不懂得人际的心理学，不懂，以为啊他在讲这个我们就赞叹他，你反而害他，听得懂啊？那个没有什么，我们如果要记忆的话，我们呢从听经闻法，所以人类大脑收集的来自啊我们的大脑啊就是你的记忆，因为我一直啊在直观说我们为什么会有烦恼妄念。这个烦恼妄念到底是从何开始被栽培培养的？啊，慢慢就又读了一些啊，大家做参考，我又读了一些牛顿的杂志。我们都知道，你们在家如果有看那个牛顿的杂志，他有很多科学、理学或者这个人的心理学，我是奇怪怎么会有这些呢？好，所以人类大脑在收集来自眼、耳、鼻、舌、身。等各种感官接收到讯息后，以个人的经验与心理资讯加以筛选判断。为什么加以筛选判断？你的我知我见。我们同样你们同样在听我上课，你们100多个人，你们回到你们脑中的记忆，你们过滤以后的记忆的那个成果不一样，听着，你绝对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本来就会有差异。好，以个人的经验与欣喜的资讯加以筛选判断整理与储存，把各式各样的体验经历以及啊自己所赋予的诠释啊都会记录下来。所以以后你们要自己自检，假如我的思绪的记忆还停留在我还没有出家学佛那些的记忆，我还一直在重复说，你要小心啊！更严重啊，精神病院待在那边永远闭关，所以你们都不是很喜欢闭关吗？就到那边去闭关算了。你们要改过来，要一直看到，但是要放松的去觉观，接受佛陀的正念，甚至的那个波罗蜜多戒定慧三如漏学的重新记忆。听到重新记忆，你们以后就可以渐渐啊，习气不改自然就改，你放心。你今天所解脱之旅的人，不要去过度你的缺点习气。我们可以自责检讨没关系，但不要过度。但是你要一直欣喜正念正知的法理，你自然而然以后你的生活一三年，连你自己感觉说清净，你都怎么来你都不知道了。这时候你就做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了，那个就真的真的清净的心。所以呢，我们，慢慢理解以后，欣喜的正念正知，所以我们说，你们，开始在戒法当中，当然在这个生活当中都免不了有习气的苦恼，但是希望你靠你觉知，帮你自己成长，你的道友无法帮你，你的戒师无法帮你，他只能够点醒你、唤醒你而已。佛陀也是一样唤醒我们，他没有办法用鞭子管你啦，他没有办法，他只是劝导你、唤醒你。所以希望我们把这个脑筋的这个意识的记忆，重新在戒定慧三无漏取的修习状况下，我们要渐渐成长。把自己的在自己的身上多一点看到
无我、无助，你的身口意三可以被看到的。好，我们来看看记忆的意。你看我们的意是怎么写？是不是一边心字旁，一边意识的意？哎，我们中国造字真的是蛮有，我说不清楚的，我只有赞叹两个字而已啦。哦，它是由心与意啊组合，所以记在心里并加以回想，这个就是意，就是记忆啊。记忆就是我们所说的，哦，我们啊五蕴里面的四蕴，四蕴，哦，五蕴里面的色受想行是四蕴。这个四蕴哦，都指挥前面四个蕴，色受想行。哎啊，我说，假如你们哦在色蕴、受蕴、想蕴、情蕴在那个起烦恼啦，在不正确的观念啦，你赶快来诵一部经，重新让你的四蕴栽培对那部经的熏习，这样听得懂吗？或者来拜佛，或者来跟同参道友交流我的内心看不开的那种啊心结，哦，我把那个事啊，所以唯识家跟诸位讲，转世成智是有道理的，真的是有道理，哦，好，七情六欲啊，及心念是来自我们在意的事情，哦，所以我们的很多的想法也都是这样的渐渐累积了，哈。所以我们都希望你们在，修行佛法这个念头啊，这个过程当中啊，哈，不要着急，不要把自己逼得很紧。我也知道我的习气很重，但是你不要逼得你太紧，听得，因为你逼得太紧，产生后遗症，给后面的常住同参道友很担心呐，啊。听得懂啊？很担心，你不需要，哦，反正哈，哦，你要记住，虽然佛法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戒定慧，但是大家哈，哦，在学过程的当中啊，慢慢累积增上，哦，慢慢累积增上，戒啊，哦，是浅的定，可以治疗贪欲感，戒哦，定是深的戒，可治疗嗔恚感。定呢是浅的慧，慧呢是深的定，可以治疗愚痴。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推行戒定慧，就是这个原因。佛陀讲这个都有原理的 哦，不是口头禅哦，讲一讲就拉倒就算了，它是有原理的，哦，深刻的，哦，所以我们在学习佛道的过程当中，哦，我们都希望，哦，大家呢，哦，放下自己的我见，虽然我们的个性很难改，但是没关系，哦，同参道友大家互相扶持，长辈也互相扶持，啊，你也是扶持你自己，这个也叫做护法嘛。我们护法不一定护别人，你护你自己，三业清净，这个叫做护法的嘛。这个就其实这个就是真实意的护法，哦，所以啊，我们呢，啊，在这个段落里面呢，啊，我就讲了一个前半部，哦，下面呢，哦，是要跟大家讲后半段，我们后半段就是建议你们多想一想，这样我们时间多在我们讲这个方面，让你将来作为安民成就，其实我出去不知道我也想成就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成就下去，不知道，哦，我也想喜欢像佛陀那一代哦，这些地方我跟我看过这样子哦，啊，害怕，我也想自己自在，把这个五戒拿掉，哦，但是我们必须在事实上一下要有规划，所以下面书写的跟大家讲修息规划的一个步骤，哦，我们时间关系我没办法再细讲，啊，哦，那这个资料再公布了。等给你们，帮你们做参考，哦。第一个呢，哦，对目标养心意具备三个条件，就是你要确定，哦，当然你们现在出去还无法证明，坦白讲，我刚开始出去的时候我还是懵懵懵懵的，什么戒定慧啊，我以为这些当新戒子，尤其你们现在一年比我们好，我们以前的三师和尚，我跟他讲那种外国的话，我听不懂。我都跟他们讲三师，你
几岁，从高生量级80岁以上，80岁以上的话，真的都听不懂。所以我说开玩笑，又不清楚，我就是不知道。那你们现在这个运势还好？好。第一个呢，对目标要一心一意去备三个条件。第一个，先你的正知的影响和我们对所休息的期望的结果的体验。因为我今天出出家，我一定要有一个整理过。以前没有经验的话，还不知道整理。坦白讲，一些人的经验你真的要把戒定慧，然后融通贯通你这一生里面弄懂了，你本来在自学的当中，你可能要花15年20年，要它不是像世间的那个游戏。很好计划，因为它是公式，它是成绩。我们是无我的，我们是无我的脚印啊，所以这个很难。所以你们不要放弃自己的善根哦，然后呢，也要有耐心，然后一直囤积，一直累积下来。第二个，对于想见法修道的目标所需的特定程序要了解，怎么有办法帮你？从建议问起建嘛，可以建嘛，而且跟大家讲，你因为你增长信心，建法跟真的人的善跟好坏没关系，但是跟教育有关系。要记住，一个像释迦牟尼佛那么好的老师，都有办法把哪一个记忆最不好的哪一个，不是的，我们。我们的善根你以为跟那个叫什么名字？多厉害多厉害，你看，所以你看我的老师就在哪边？多厉害多厉害，你看，所以记住，你们哪一个人敢举手？多厉害多厉害，善根一样的，所以你们在座谁敢举手？你不敢举手，听得懂？我是佛陀一半，四大的家人给朱立鹏同学称赞。所以我在看那面经啊，25成就的那个朱立鹏同学啊，他是用哪一个法门的下手处来帮他称赞？因为这个是比较细的启示，因为大家只是说那个一般传记说佛陀，说是计算，然后朱立鹏同学，然后一直连3个月。单一的这样教育，也就是看他眼睛，就是他目的是什么，是成就他自己的。所以呢，我们呢必须要有一个见法修行的，因为你有见法以后啊，你会在你的身上，你的计较心啊，你也会帮忙你自己看到六因道六尘的你的结观啊，比较人家的那个生活力啊，是业果所犯的行为的。你不会再重新起义他，听得到？我们刚才不是诸位吗？跟大家讲，我们脑筋是记忆，就是我们今天学过，我们要记忆漏取，听得到？我们不要太记那个有漏取，听得到？不要害你自己啊！不需要的。所以第三，定义对健法修道过程的目标前行投入。那要达到目标啊，必须要显示自己，我要常常知道我的优点缺点。听得到，要常常知道。可是你刚开始是真的不知道，不你不知道你的优点缺点是什么然后呢，一个必须要求自己不断的增加觉察力的功课，你要常常增加你的觉察力。但是不要太紧张，因为你每做个性太紧张了，有那个个性那个习气会产生，因为会难受，因为那种起冲之手，坦白讲，蛮有压力。因为我们出去弘法，人家都会私下问师傅：“这边过来，你怎么所以我常常都会心跟你们开放文章，因为经常开导对方寂寞观摩就会开一点。观摩吧，观摩，所以大家就多了，跟他学习。因为他会开。我只是住在堂里面，他会帮我看。
所以诸位你要记住，这个也是学习成长的机会，好，这样的机会，好。所以第二，为了达到另外，你必须放弃自己自我的习性。你今天想要去定位快速的成长，不是学习文化的外功，而是自己的习性有多少，然后渐渐把它改变，你才有办法改变一些障碍的想法。都是你自己障碍，自己有没有读书这样看，没有一个人很厉害，你很放心啊，可能啊，哦。再来呢，我们呢，渐渐呢，第二个呢，理念一个循序渐进的解法，了解要解法不到是自己的目标。第二，我很想解法，那我知道怎么能解法。好，真是第一，我累积了解决力，然后我们呢，透过一次重来进进步嘛，把我开始的经验提升到我们能记得起，我就重新记得，了解第二个呢，找出想要达成建法所必须要做的事情。要建法，当然要遵守要建法的那个轨道，听得懂吗？要遵守你，不然你光开口说要开口闭口要建法，都不遵守建法的轨道，你还要达成建法，听得懂吗？第三，一定一个详细的实践计划，不要着急，要把规矩定规划。第三个，每天啊都要采取行动，不要病症，但是不要过度紧张。我们男众哦，他的压力真的蛮大。我刚才不是讲嘛，人家都会说，你出家多久？我常常会跟他讲，我才三年而已，到现在都还三年，对。数字来要求，也不要用说打够了就做。
遇到障碍的时候越不过去，我们呢重组自己的那个法律的经论，也就是说，如果你在看经论的时候，某一段经论哈，你听下来跟你有心有感应，你把它做笔记，要请你做笔记。好，我今天会懂的很多都是做笔记的。你看我第一天哈，去我们灵寺啊，那时候我才29岁，我们老上第一天晚上，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因为第一天去的时候，就是最蠢啊。没有胡思乱想，所以老上在晚课之前就讲这个三乘三道，成语我们是听得懂。啊，你老上的同学讲话有口音，你没有心听，没办法。可是我的习惯就是他讲的就开始做笔记，不管听得懂，聊这个就做笔记。好，将来有秘密在那里看，书在做笔记的名字啊，写的字像蚂蚁一样那么小。他给人家看到，远，他也不懂他在讲什么意义，但是就是行走，行走的是什么？就是记忆善根，听得懂？记忆善根，我把它记下来，好，来，每天呢，花一点时间呢，观想今天的行动，也就是我们的深夜口业，我今天要如何去发展。以及从想象里得到的结果，我今天学佛，我也想到结果。我对《金刚经》所有佛的像故事，我像众生像所有像，都喜欢，都喜欢。哦，我这对三心药不可得啦。哦，那我每一次在打坐拜佛的时候，一定会重复念，默念的不是嘴巴。我在拜佛的时候，三心药不可得，过去、现在、来生、未来心。他先站起来好了，是梦想的东西，我在大学，我不是很熟知的。然后打坐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是大声起心的一句话：“若观无念者，即为相国之。”那时候初学不懂，什么叫若观无念者，即为相国之？他说无念是什么呢？对，早期啊不理解，都妄想，都能断见无见，因为我们把这个无知嘛。都把它固定词，第二个我们观念，这个是我们的无知的常见，后来才知道，以后你要记住，佛陀讲无常，或者不是不确定的因缘变化很快，所以答案没有办法容易固定，所以这个不叫无常，无我，这个意思都不是这样，不确定的联系的组合，好，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讲一定会有我不如何，是不是？好。好，然后呢，我们呢，放下重大的回忆，因为我们在对起我们南众以前哈，总是都对外在说哇，你真的很难得出家，一定要成就，那心里的压力很大。我的一个师兄弟就是被这个压力给压垮掉，被压垮掉，因为他心里就很大，可是来要求自己哈，啊，我说你不要。他的技巧并不多，但是他缺乏思维学，他记忆力很好，但是就是缺乏思维学，所以把金匠给看的时候，他就光芒的数字在堆积啊，在堆积啊。而我们如果变这样子啊，因为你的三根就这样，但是你要转你的心态，你要转你的心态啊。所以啊，放下重大的回归，因为我们一定啊会重大的一次回归。带最后一代，小指关里面的，同人指关里面的，五代里面的掉五代，尤其我们比丘的智慧哦，坦白讲比例蛮多的。持戒是不好，自责自己；修定是不好，自责自己会蛮严重的。啊，这个鬼一染上哦，多人都欠你哦，你的长辈、你的弟子和尚欠你，都欠不动，为什么？眼睛像那个。印象中的石头一样，结印象就是这样子、哦、所以大家在学道的当中、你们一定要用佛法的教育去知去教你，才可以是一个柔软的心。因为没有柔顺的心，坦白讲，你不可能见法。跟大家讲，保证的话，这个真是我不保证。你如果太刚硬的时候，
行为大，就算你当时哦，世间的地位，你都还不能解脱，你还是被你自己的烦恼的牵挂给锁住，你一定是这样子的哦。所以离开你的舒适区来去冒险，想想佛陀给你的选择，哦，我们今天想要成就哦，真的要像张大妹啊。释迦牟尼佛的因地，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当年释迦牟尼佛在短短六年有办法修到无数位菩提摩诃萨境地，而可以正定放下，请问如果这样的邪境发生在你的身上，请问你要不要发怒？要不要放下？我们都知道嘛，公案，悉达多开始三十岁就去修行，可是印度那时候无法修行是什么？禅定叫修行，你要知道啊，他在这短短六年，无所有处境，无所有想处境环境。你看，你们回想一下，以后我们出家后六年里面，他定了什么？我们一大早从一个出场啊，一接回到地面，我们就已经来了。所以我看到这个公案啊，大家有时候看一遍公案。跟他好像没有什么相应，他一个是打过开始暴走了，后来暴走了，不然一点。但是假如你有一天慢慢学过以后，你就慢慢真的会跟他相应，因为一个大成就者在短短的六年有办法把印度波罗门教的这个市场把定的所有的重点，我们想的重点，在一刹那之间。放掉，我说，如果我今天得到了出彩，我不知道对不对，放掉，高兴的不得了，放掉，因为他知道他没有混，是没有结果，他没有机会，所以他愿意放下。这个来讲是比我们更高的执着，因为定是定，如果你没有回观，它是很严重的执着，比我们念出彩的人执着更深。因为他落入他自己的那个禅定的那个相应的境界，所以我们是在公案说，这个前两天是到印度去，哦，然后有一天到那个山洞里面遇到了国际大师的学生，啊，他说他前两天是把他叫醒了，你在这里坐多久？啊，你坐在这里干嘛？我来拜释迦牟尼佛，因为我知道我遇到他才能成就。释迦牟尼佛跟前南大师多少年？将近1100。你看他定多久了？两者不用说。所以悉达多他也是不相比1000年再来还原、再来调整他修行的路子。我已经知道这样做下去不可能没有好结果了，所以我必须要靠我自己。所以我要离开。这两位当时60岁的修禅定的高手，哦，不要离开他，所以他自己在我们现在所说的我们出家成了正解，他正解什么？圣人的情怀，了解这个，他佛陀说那时候的真正正觉最多是37岁，记住，37岁哦，然后就看到这个圣僧的正念真智的，所以啊，觉得呀，在修行的当中啊，大家啊，真的不要为了自己有缺点，就一直关注到别人在自己的缺点，一直责备自己，责备自己，不要，所以啊，我们啊，只要为自己诚实，然后鼓起勇气，不要气馁，然后不要放弃。我愿意养成本正解这条路，是这样子的啊。第六呢，真正的心啊是内外的和谐的状态。我们讲心不乱，比如我们念佛可以心不乱，可是你的心不乱，你是在这样子怎么样显现出来？你是一个三业清净、五业清净、一业清净，所以你跟你自己相处在一起是一个和谐的、平静的，不是一个躁动的。不是一种啊，要帮你发展那个一切的那种习性，不是。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啊，我们是以修啊，以后你要学这个时候，一定要记住，好、哦。然后呢，第七呢，再一次想想，好、哦，我今天谢过，我对你的交代是什么？那常常这样子，但是不要过度的压力，好、哦，想的过度压力，我们发挥自卑，因为一直走不出来，走不出来的话。这个很麻烦、哦、所以呢，你进入邪火，你对你的生命观的这一条路是什么？第二个，真正的智慧是什么？第三，想一想要放下哪一些执取？要记住，你想一想你要放下哪些执着、哦？第四，解脱见法的意念是什么？啊，以前我们出去不懂，坦白讲，我们如果懂，也是很皮毛。都说你要学习二三十年，你才有办法了解真实意，对不对吧？你知道我们现在真实意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你自己有那么好的慧根啊，哦，啊，所以你必须要这样很有耐心啊，往这一条路提醒，啊、哦，第八呢，提醒自己啊，下面我们来啊，起点啊，我们练一下这个啊，时间的关系啊。不要做一时之举的植物，听得懂吗？不要做一时之举的植物。第二个，持续提醒自己在意识上的显现、哦。第三个，在心理及脑里啊，永远对自己保持正面的认知。虽然我有学习缺点，但是我还是正面，因为缺点那个节制节上，我还有这些。所以我必须要谦卑的心，不能捆绑我们的心，听得懂吗？哦，你有你的缺点，也有你的优点，可是你的同伴大我一样，你的师兄弟一样，哦，但是你的优点，对方的优点可能你就没有，现在你要想一想这样子，哦，在心里的脑海里永远对自己保持正面的认知，必须意识中满足到自己的永远。在我们修行当中啊，我们对这个身外之物啊，真的，我们不能说没有障碍，但是我们希望你中到第一个想法，知足常乐，啊，不要过度的虚掷什么，啊。第五啊，跳出自己的显象时观，创造快乐成就的自己。第六呢，哦，重新探讨自己啊，有否正面正直，常常要回想你有没有正面正直。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这一条路里面、啊、希望大家呢、啊、给自己都可以包容去发挥你的优缺点，优点包含缺点自己包容自己。好、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再跟大家讲。好、啊，那我下面讲一个总结。这个波曼语呢是不需要讲的，但是还是讲一讲。因为已经做过40年了啊，40年前，民国70年啊，我们11月份啊，我们跟柬埔寨同样是一个机场，在我们这个机场现在啊，因为我们是东班，那东班的我们那时候那个商业都是从事方式，哦，就是现在是业场，还有现在是啊主持啊，那。我们呢，跟那你们结合上啊，有时候会谈论这个缘起啊。我们不是在修炼，我们也不知道说为什么会有这么缘，这个因缘啊。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40年以后，我们在佛教这里面啊，可以帮忙佛教弘扬的。我们不敢说我们有多大的能力，但是我有的力量，有从事法师。有我们现在的教会理事长金亮老师，还有学人，还有我们我们的队友长，就是在我们那一届啊，然后现在在国宝还继续啊，不管他是走哪一条路的演绎，我们都很注重，好像国宝是一样的。我常常讲说，我们建筑上是需要房子的基础，好、哦，那我们金亮老师呢，这个房子里面的柱子，因为他当国家理事长。这个时间花的是杂七杂八的东西啊。
能你在这个进场当中啊，能够超越你的四个人，好，不管你将来是什么年纪，大家不要互相责备，因为本来东方是要很多的人性合成的，不要一定要规定你如何符合东方个人的意愿不同。